很多人问我夏天露营去哪里凉快。你们看，中国森林一样吧，往海拔高的地方走，山里面出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空气好，水好，绝对凉快，这是避暑的圣地。在大别山露营，你们看我采的野花漂亮不？晚上炖排骨吃，用卡炉炖排骨。这里风景怎么样？走一圈你们看看啊。风景是非常好，空气好，水质好。这个今天晚上这里有好几台车露营，我就在这个停车场这里转一转，前面还没出来。黄冈大别山，看好多车在这里，有几个长车在这里露营。这前面就是玩的地方，看的地方。大别山，南武当，还没到，南武当那个景点出来。这是大别山主峰湿地公园，看看啊，朋友们，有机会转到黄冈来了，欢迎到我老家来玩。